来，小心。好了吗？到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来问喽。市长，请问一下哈，昨天那个香港反送中又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那大家想知道怎么反应？喂，那个柯P受访。事实上啊，还是有好，好，好，就是说，其实那香港境内的问题一定是那个累积的经验。就算你要正视为什么在97到现在，从22年当中，香港累积了这么多经验，要去面对问题解决。如果人家说哦，大禹治水跟那个鲧治水的概念，我想北京政府要慎重的思考这个政治上的意义。好，第二个问题哈。那个现在 PPTP 的那个网络上面很热烈的在讨论说，那个市长是不是自己要自掏腰包花50万来设计那个国民党的党会？那不说自掏腰包，正确的讲法应该，其实因为是这样啊，我们还是希望一切是合法化嘛。但是我们还要好不容易在内政部核准了嘛，还要去开一部，还要去法院公证，然后在网站设好。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说整个政党的运作呢，要不同于其他政党，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还要，我们最近正在准备，反正在我们还要成立一个叫财务监督委员会，因为将来我们需要这个政党它是一个干净的，那也要比照我们2018的选法做法，就是说我们还选那个监督委来看整个这个党的这种财务运作。所以哇，因为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对吧？他说先反税先给我140万，如果这个140万可以让我们撑到这个正式开户，我们可以去做一次。所以在之前很多这种支出，就从这140万先支出，就这样。他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最新的民调显示说，如果是柯郭王三个合作，然后推郭出来选总统，然后大于蔡英文跟韩国瑜11个百分点，然后第二个，那如果是蓝绿对决的话。绿是大于蓝，所以蔡英文会当选。你的看法是什么？那第一点哦，蓝绿对决的话呢，这个是就目前所有的政治观察下来，或是从政人大概都知道，大概我们不敢说100%的，就是说，就我们的理智上的判断，应该还是蔡英文会赢。就蓝绿对决一对一的话，那所谓的第三组到底会有多大的成绩呢？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对蓝绿是有一个程度的不习惯。那所以，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一个台湾社会需要的这种产品一样？这个还是我觉得还是要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还是要去努力的。所以没有说100%。另外一点是这样的，其实民意如流水嘛，都一直在流动。所以我倒觉得是这样的，这个看出台湾社会的需要，那努力的去。达到他的期望，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啊！但是，我跟你讲哦，市场在那也没有讨论说，你随便推一个产品就一定会赢，所以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只有努力一下哦，才能够达到台湾社会的需要。那你会努力跟那个郭王合作吗？我觉得这样的哦，当然人家说态度上是顺其自然，但是在做法上还是要积极努力的。我态度是说，我们也没有说。第一点呢，其实我跟你讲啊，任何这个成功，第一条是无私，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要说我那一块不可以有任何损伤，那要三个人要合作，一定都做不起来。所以第一点要无私，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你要努力人的啊，你不是说市场在那里，那随便做个产品就希望说这个社会要买单，那就自己要这样努力。那所以还是这样的啊，民意如流水，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维持相当程度的机动灵活性，能够快速的反应，因为叫 response 反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大概就这样。好，谢谢大家。看来那个郭董哈，他有抛出一个议题，说他可能会找侯友宜的二哥，就是现在高雄医学院的院长来当助理，他也是医界出身的一个主任。那是这样的哦，侯友宜的二哥叫侯明光，他是高雄医学院的院长，那我认识他很久了。因为我是一届出生，他是台湾主来，大概算是在南台湾，大概算是权威吧。所以，我跟你讲哦，一般可以当到医学院长这种人，大概都在一届都有一定的声望水准。那是大家在社会上的形象。那私底下我跟他接触的话，他都是，就说我们都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可以互评的地方，因为我跟他算是还算
一定程度的收拾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人选你不好的话，不好，那没问题。苏院长说，两位市长，像北高市长，但到处乱跑，跑行程，他就说他希望快，希望预防台，他怎么讲？他不要到处乱跑，不好政府掌握。那这个是这样的啊、哦，这个我也讲清楚，我也是这样啊、哦。像我队长，我还是以台北市长，每天我们还是每天该上班的该上班。其实我们出来，你知道吗？其实到外地，你知道吗？我们还是不是在为了保风光大人呢？其实就好今天到那个云林，你知道吗？我们就把今天整个那个营养午餐的哦，上个这个有机的这个从那个无毒有机嘛，那个生产比例，怎么跟那个台北市的这消费者做对接？所以事实上我是相当，因为我非常清楚，老实讲，我还是纯粹只顾个人的那个。如果只是顾客的话，我自己选就好了，我没有这样。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整个我个人啊，我认为对台北市政还是没有什么去淡入到特别的。那台民党，其实您说台民党到最后会是个柔性的政党，柔性的政党代表其他的加入柔性政党的党民，其实本身可能有其他刚性政党党政存在，那这个状况会不会？变成像以前清兵党这样，他们也说是柔性政党，活到最后还是柔性。那就是这样嘛。其实是这样，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在过去，从1994到现在，整整20几年的时间，台湾政治的主轴就是蓝绿统一。所以既然说在这个主轴之外，我们要另外创造一条主轴，就是说，或者在讲国家治理，就是他是讲一个科学故事。先绘画哈，那讲究效率，而不是每天在打高分。如果说应该这样讲，台湾还是要脱离这个扁维大、马维大的这个时代，就是每次出事，哎，不解决问题，那都每次都拿一个这种。我老实讲，我一直觉得，不管是芒果干的发大财，这种都不切实际。我们还是要一个真正可以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好，谢谢，好，谢谢。